然后导演为了营造出那种真的很辛苦的感觉，他特别喜欢挑上坡，然后就让我推上坡。对，然后有一个镜头就是你们在片头看的那个，他那个有一个水桶忽然滚下来，我要转身拿嘛。其实我没有料到摊车会像火车一般的冲向我。那个是 NG 镜头。对啊。对，如果再往后看的话，你就看剧组人是全部冲上去救他。